Amanda 作，佢而家時間係一點，準時一點。唔知個收尾俾入去。11點半翻到嚟，玩到12點幾就 Minecraft。即係我記得舊年，唔係再上年再，即係2014年6月1號，好似話。好似記得派咗 SDU 去咗，去咗啟程村一個單位搜索一個疑犯，一搏火多事咧，即係出動咗啲飛虎隊 SDU。係舊年嘅砌前，上年到上年六月一號。啲唔明白點解個個揾親都揾到冇咧？翻去就揾親都揾到。佢見到我望住之後，跟住話咩喺中環港外市碼頭附近有多架電單車著火。尋日就話咩新聞就話花蓮嗰度7.27地震冇傷亡報告啊。跟住 Facebook 有仲佢有人終於都有個同學終於肯 send 個交友程俾我，我唔講佢係邊個，終於知道就識得佢就係話咩美國因為持續暴雨嘅有發水災嘛，跟住仲查緊。到底冧即係嗰時警察調查點解有多架電單車會起火咧？即係呢件事仲調查緊啊！仲係即係成日都係交通消息就係交通繁忙啫。冚家產，即係到而家佢都依然翻學，即係嗰個佢因為隻手裂開咗喺骨折咧，手入邊，因為上次打人啊嘛，而家都唔翻嚟考試，考中文、作文同埋讀。有嘅，啲白卡車好型咩？今日32度，一陣間新聞一定有播，話幾多度嗰啲。不過要食白先再拍，另外有一條。記得廁所嗰時好似誒叫佢，好似係一個推不上門嘅望咗，即係唔知個望邊個，因為好多人經我嗰度。次嘅中文考試一定放假，因為佢有啲，因為副行一直係佔34分，所以就放假。我今次一定有人放假，佢幾個咯，又或者話冇人放假，因為真係太難啦，成即係詩句。
即係將嗰個句子翻譯成白話文。所以話我入3A3B 咧，一定有10% 機會嘅。其餘嗰10% 你入 CD， 唔係 E 又冇可能 ，E 啊 ，D 都冇可能，即係淨係有續繼續都係 C 嘅。新聞唔記得咗，好似有好多新聞都係唔記得曬。成日好多人要求梁振英落台，但係佢可能令人入職都冇冇一年入職咧，可能辭咗份辭任行政長官，換咗第二個做行政長官。但係有好多人成日都唔滿意香港一啲要人環境。啲一做術師嘅就話：喂，有冇搞錯啊？點解咁？成日一定講粗鬧個特首喎，特首咩唔啱就一定係人哋看管住咩啊？哦，得，等先。哦，出邊真係33度，尋日瞓覺時狂吹大風。即係使唔使出動 SDU 咁誇張咧？你應該求其出啲檢查咪得咯。就唔好喐，我哋入去前入去就拉個房價，唔知邊個嘅房價。阿師好快，等啊！又要開個新嘅播放清單，就係2016年嘅6月1日，哇！我第一天試的技巧是全世界，我找到沒有人穿體育服這麼愚蠢。